球数，哇，最后给了。哇，这个外角球，哇，吴总，哇，被判出场了。因为对于好判球的判决，真的是会踩到裁判的红线哦。嗯。因为之前，高国麟最后那个球也是外角球被三振的时候呢，高国麟也有一点点无奈。嗯。那现在比较外侧。对，那吴金龙这个球呢，也是外角球，计划文判了三振。